印度尼西亚前总统尤多约诺下午到国会大厦向建国总理李光耀致最后敬意，李显龙总理和夫人何晶亲自接待。尤多约诺在李先生逝世当天就在 YouTube 网站上载一段近2分钟的讲话视频，对李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也赞扬李先生是一名真正的朋友。印尼另一名前总统华加美加华蒂也到国会大厦向李光耀先生致哀。美加华蒂表示，他不仅是代表他领导的政党前来致敬，也代表自己和家人前来表示哀悼。他说，李先生是他的良师益友。